这个还是个烂的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还好手机没有事情，来给它换一张无尘数贴膜，自带贴膜神器，它即使呢有灰尘都不用害怕，你就这样子往上面一按，就这么一拉，滑动一下，再放一下这里的定位口，全程都是自动排气吸附，取下盖子，撕掉上面定位膜，你看膜就贴好了。 咱们来看一下，它采用的是一个双层的电镀输油层，你看，水珠是非常饱满，还会滚动跳舞，丝滑不挂壁。